坚持梦想一路甜蜜，康师傅红烧牛肉面特约。vivo 智能手机邀您参与互动 ，vivo X 六四 G 大运存，够快才畅快。如果真的不进来的话，我的夏之光和陈泽熙比冰雪奇占优势。去掉最不合理的，剩下谁都是合理的。对，为了最后整个出道的这个战队，很忍痛的。其实挺遗憾的，三个要拆了。要不这样，我投票吧。接下来我们要宣布本期分数和最终的排名。最终排名由三期累积的总分数决定。排在第三、第四名的六位少年，将有两位被雪藏，四位被分拆。首先，有请李宇春队的搭档武嘉成、古嘉成、韩慕博。你们最后的排名是第一名。耶！接下来有请舒淇队的拍档白树、彭楚月、肖战。你们最后的排名是第二名。接下来有请李宇春队的搭档燕许佳、赵磊、郭子凡。舒淇队的拍档夏之光、陈泽熙、殷俊杰。获得第三名的是燕许佳、赵磊、郭子凡。第三名吗？嗯。那么夏之光、陈泽熙、殷俊杰，你们的排名是第四名。现在有请李宇春、舒淇、依依和白举纲回到舞台。经过我们三位 boss 的认真研究，今天第一位被雪藏的少年是，今天第一位被雪藏的少年是殷俊杰。其实我非常感谢春春。然后吉哥对我的照顾。然后还有所有的兄弟们一起相处了这么久的时间。其实我真的很舍不得他们。我希望他们能够带着他们的梦想，带着我的梦想，加油，勇敢地走下去。让我们继续燃烧自己吧，跟这些伙伴们和所有在这个舞台上支撑你梦想的所有人，坚持梦想，再见，一路挺你吧，加油。其实我难过的真的不是因为输赢，就是因为离别。我看他们一群男孩子抱在那里哭啊，或者是什么，我就特别难过，也是很替他们惋惜的。请两位掌门人根据刚才一二组的排名，分别在五位少年中拆分选择一位合适的队员，加入你们未来的五人战队。第一名是来自春春组，掌门人。赵磊。首先加入了春春组战队。我的少年也许会离开，我很难过，但是我又要像一个克制住自己情感的一个人，我要去观察他们谁在这个团队里面会更有价值。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。夏之光，泽熙有跟我讲过一个事情，他觉得他之前犯了一个错误，特别对不起大家。他跟我讲说，七哥30秒的那个battle，你让我去吧。那么我们台上还剩下燕许佳、郭子凡和陈泽熙，我们给你们三人分别一段独自的时间，请你们三人来告诉我们，未来你在五人战队当中，你应该
担当什么位置，你能否担当这个位置。谁先来？谁愿意第一个？郭子凡。好，加油，加油。我希望我在我们的战队中能承担一个舞蹈担当的一个角色。第二位，谁上？谁上？徐佳。加油！加油！我在组合内是可爱兼卖萌担当，我选择是带来三十秒的清唱。想做你的枕头，守护着你美梦，想让你依靠在我的胸口，很放心的梦游，想做你的。以后守护着你美梦，每天有新的感受要探索，时间很多，让我们消磨。谢谢。我想会成为团队中的舞蹈担当，我觉得我可以跟大家传递正能量，所以我觉得可以当气氛担当也。所以你要表演的是舞蹈。刘鑫，加油！刘鑫。非常感谢，请允许给我们一点点时间。我们的话筒可能要 mute 掉，谢谢欧九老师。BOSS 团将根据三位少年三十秒的舞台秀表现，选出今天第二位被雪藏的少年。刚刚你们三个人单独的表演，也给我们更多的印象和对你们未来更多的期许。但是我们不得不宣布，有一位暂时要雪藏，他的名字是。也许假少年，请回到你们刚刚的位置。现在还剩下泽西和子凡。本节目由小样乳酸盐独家冠名。
明，想让乳腺炎更解渴更好喝的轻运动饮料。本节目由刷出清新真口气云南白药一优清新牙膏特约。现在还剩下泽西和子凡。舒淇你先来。泽西，泽西加入了舒淇队的五人战队，那这样子凡就自动加入了春春队的五人战队。现在两组五人战队已经全部完成了，分别是李宇春战队的武嘉诚、古嘉诚、韩慕博加入了郭子凡和赵磊，而这一边是舒淇战队的白树、彭楚月、肖战加入了夏之光和陈泽熙。从下一周开始，这就是全新的兄弟阵营，想要兄弟永远站在自己身边，就要为我们全队的输赢一起负责。我接受这个情况，因为总有人要走，但只是我们要做的就是证明给别人看，让小看我们的人都闭嘴，尽量去碰撞，尽量去比拼，我们就是要赢，带领我们的队一起。我们来啦，等你哦。从下一周开始，这就是全新的兄弟阵营，想要兄弟永远站在自己身边，就要为我们全队的输赢一起负责。这一期的主题就是团魂，魂魄就是要把彼此的灵魂交在对方的手上。别的队伍的歌曲是别人的团魂。感谢独家网络视频合作平台腾讯视频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，欢迎登录酷狗音乐、酷我音乐收听独家完整节目音乐，登录微博参与燃烧的少年话题互动，投票冠军榜的人与少年都微博人气第一，欢迎登录蓝天下官网、波兰 TV、 腾讯娱乐、网易娱乐、凤凰娱乐了解节目相关资讯，下载腾讯、网易、凤凰新闻客户端、今日头条、大量的平台获取更多节目信息。感谢百度贴吧、唱吧、兴趣部落、QQ 空间、手机 QQ 热聊、美图秀秀、美拍、天涯娱乐、橘子娱乐、雷石 VOD、新闻早晚报等平台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。I never give up on my